大家好，欢迎收看《夫妻来了》，我是 Rita 林玉天。Hello， 大家好，我是综艺圈阿权妹。哇，阿权妹，大白节目当中 ，N 两三哈，强化主持的时间，我就觉得动欢喜，个心情是动吼，特别还有最近哈，个热情啊，渐渐下稳定下来，个声音呢又开始特殊以后，许多贵声音。个从台冇强用，特别系吼，心花朵朵开的感觉。艺术表演者，你好，渐渐解封咯，做得去看表演，做得落到剧场地图咧。啊，不过讲到剧场以前吼，你刚刚讲到开封嘛，从冇，然后特别等人儿童人嘅新年咧要注意啊，开封逢一个年节咯。第一吼，我同大家来分享嘅系上课以前，你好高嘅时节，下昼头上课以前，听说爱量体温，还个出台食饭，还个食水。以外其他时间都爱带点做 M 哦，还个听说爱客家地位岁数爱遵守出个礼貌，非常重要哈，尤其快好哈，两个哦。大家是伫啊小李讲，生意小强下，系咩保持咧安全距离呢？当然伫学校安尼看唔到，不过呢，你啊量体温，还个洗手带着，咩系安尼做得做得到了哈？好，同时呢，安尼台面伫学校落班，落剧场看表演，现在会强要咪遵守，你啊都要防止改规则，希望大家做得健康平安哦。加讲到做得落到剧场地图咧呢，你听我讲。像 any 的 follow， 又对 any 喜欢的剧团啊，啊，记得么？你啊 ，any 的啊，蔡氏剧团，又来个节目当中的啊，钟巧先生，哇，大白先生来是带来当到半年前的，像大河小说浓缩变成几个舞台剧，按用样的感觉，用很精辟的模块，用个构图去来描写这个舞台剧哦。好 ，any 今物日儿童大家分享是蔡氏剧团的最新的俩出。体重表，唔过你要加 X 没叉叉 ，X 今天有俩体重表啦，唔过今日俩体重表 X 到底地图用来冇强用呢？你先来看一团佮条个预告片哦。体重表 X， 加下看到你啊预告片很美，许多有动到你哋思考的问题全部就上来咧。先同大家分享，大家当时看了出去，坐在来到内位呢，两位有自信。体重表 X 的九月10号、11号，伫台北花山街两户门剧场，啊，九月18号、19号，伫台中的国家歌剧院社剧场，欢迎大家加加买票，准时落到剧场地图来看咯。你今日节目当中非常欢喜邀请到蔡氏剧团嘅总监、头人钟巧先生，伫节目当中来同大家来好好分析俩 X 到底爱来讲乜嘅呢？来欢迎钟巧先生。Hello， 哇，董兄的唐先生来好好分享哦。Hello， 钟巧先生。老师好，你们好，等我，今天都东方戏又来个客家电视台哦，来采访哦，来讲个开蔡氏剧团今年呐个戏呀哦，戏种变 X。真的我大概看到钟巧先生出现的时间啊，是当期待，因为呢，先生大概出现的时候，大概有到我许多系生命当中一重嘅题目，刚好可能你预告片咪系用舞拍处理，还个音啊用音点点嘅讲话，还个讲嘅特技话，其实是像多强用毅力，不然内心吼又动又感觉吼。诶，先生，你俩体重表，那体重表 X 有冇多张 X？ 那两年来个吼，上回来讲乜嘅话呢？睇下大家看到嘅就是宣传片哦，就系体重表。去年啊，是个宝藏岩三层户外剧场演出的某一个片段哦，也演出了某一个片段啊，就会讲伊演到讲这主角哈，其实1950年代也因为政治的事件呐，因为作为白亚裔就被通缉嘛哈，然后就流入地下党嘛哈，就几个逃出某个山区流亡。那几个逃出九龙山区流亡的时候，他所留下来的一则故事啊，等下他给看到的就会一个片段。他今年做个戏种表，
也係戲吼，就係廿十分年前就是下一个二十五年前了，就下一个小说，很多个天然剧本哈，就下个白下白也系戏的简国贤哦，简先生哦，伊演用的同个本个剧团哈，用下来演出也白也系戏的歌唱哈。举例而言，他在二二八前夕的前一年，他去也留去中山堂做演出的时候，给谁演出都轰动了。因为啊，也戏啊，就会直指当时的社会的矛盾了。对，有钱人呐、啊，一个要囤积米粮啊，啊，就会过农货生活了。啊，农货生活呢，你一隔壁呢，就一个工人呐、啊，也工人啊，连这个生活都。三餐无几啊！哦啊、最后呢，伊个工人为了抗议啊，伊就同家个家妹啊，还有家个奶啊，全部吃那个毒药自杀哦，借以抗议。然后那个抗议那个戏里面呢，有一个这一个很那个重要的这一个场景，就是这个主角哦，也就用手去。捶那个壁啊、嗯、然后就讲说壁啊壁壁啊壁这道壁那也没道的、哦哦、这一堵壁也都也壁用不到呢也就会说也象征啦、啊哦、就会说有钱人平人都有差很多呢、哦啊、因为他当时、哦、也反映现实原因的、哦啊，就会亲自当兵人就讲，啊，人家就这个讲这个阶级斗争呗。嗯，啊，开始呢，我们知道风声鹤唳的年代，对，只要涉及和这个社会主义有关的思想，他、啊、一定会被通缉。那简国贤大概就这样子就走上了他流亡的道路。嗯、后来呢，他就被枪决。对，哎，这是他的故事。对，然后呢，今年的这个西竹表 X， 就是我们都知道哦，要今年呢、啊，也那政府学都做那个转型正义的事情，你提没哈？应该都提哈。有6年，有哈、哦，嗯，有6年，六三年了。嗯，结果你要转型正义的事情呢、啊，就某一个程度来说，当然是。还给这一个受难者一个清白嘛、啊、但是呢，整堆呢，给死的底下动员呐，还有动多事情哈、啊，还蛮不是很彻底的。那不是很彻底的部分呢，这一些被判死刑的这一些地下党人，如果他们是一个戏里面的角色，那么他们会不会变成这个剧作家、啊？他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这个剧的角色呢会跳出来，和这个剧作家讨论说，你昨天晚上写我的时候，你好像把我写成一个，只是单纯为了理想，然后就迷迷糊糊的走上了这个革命道路的人，这样是对吗？我不是这样子哦。不过，亚伯的这个 X， 它其实就是戏下戏中表的作者，按用错冇？这样解读对吗？所以按用那个理解的法，有一些系列兄弟给下中桥老师你去搞，有没有觉得是你自己的化身呐、啊？去自己下爱去搞，冇错啦吼。只会讲呀，去年做以后啊，今年那个做我就想讲。爱安用的重新来写一剧本哦，就会讲，每组就演轻用的哦，啊，每组用的轻用的就会讲一种对自己的挑战，也是对这一个演出的团队大家的挑战。那就会讲做戏的时啊，你时常去想的讲哦，就会讲每个人做的戏啊，有很多人来看鼓掌就好了。嗯，我们应该赋予我们这些去看的这个剧背后。关于历史，关于社会，关于当时的情境的一个讨论、嗯、然后这一些讨论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有哎呀很有人看待这个讨论、哦嗯、我举例来说给死啊、哦、这
啪下出来也还好，1946年，对，然后就马上被禁嘛，哦，嗯，啊，个马上被禁以后，喂，韩芒被禁以前啦，就会讲，即演出以后引起动轰动的，佮就佮佮个有咧记录讲，个开始中山堂哦演出，数千人去看，嗯，然后呢，这个广场上面呢在下大雨，但是很多人呢撑着伞啊，都在等着进场。那据说那个谢雪红啊，他也在场上的排队，那你就知道这个是多么轰动的一件事情。对，不说是上对当关心呀的事情哦，那时候大家很热情而来认识，到底了地图而探讨嘛个呢？那时候等下聊一下，其实转到节目当中来，要想中考现象，其实同大家好好来对话，好好来分析。看到了戏中表 X 演秀来探讨了历史个意义哈，无论系生也系死，无论系你通于哪种个方式，我想当到安尼人生，还个安尼个理念哈，才是开端。其实突然大家强下来探讨，因非常欢喜邀请到了陶冶梅系总监，安尼个钟桥先生伫线上来同大家好好分享，再次来欢迎钟桥老师，欢迎先生 ，Hello， 大家好，先生，亚裔报。好，因为疫情的上升动作，做艺术的人啊，做剧场的人啊，大家都遇到动作困难、动辛苦，还够用幕后遇到哦，演出的这样世界，是啊，要到遇到疫情啊，有嘛该调整么？要还讲，遇到嘛该情，要勇敢散哦。好像有些事情就说来话长了，就一口捏死啊，二可能是排练的没，那突然间就出现这个事情。那这边这个事情就要又做很多应对了，这个应对涵盖着就是说是不是要线上演出，那线上演出是完全另一套操作方式。那最后呢也还给听讲哦，演出呢就是压缩了时间啊，和所有的这些演员大家压缩时间，然后也必须要再挂着口罩排练，也还挑战很大了哦，那呢故说讲也摆演出莫简单，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忆。所以在了疫情之下吼，对于大家来讲，当都会挑战。不过大家当真想讲，哇，我做得再次回归剧场，观众们讲，我做得再次落戏，当老演员吼，真是看到几多在安尼个面头前来做，安样因用生命来演出来吼。特别了摆在国家新鲜，他讲在人上吼又。特别发功夫哦。要六年哈，全部哈，才是剧团呢，全部几个疫情底下，封那个边缘，然后演出，那有它特别的一个意味存在，嘿。啊，是戏中变 X 哈，也是其中啊，就会讲，多一个 X 也一年呐。那 X 眼影呢，就会讲，他事实上就是写这个戏中壁的这个作者了。啊，也写也戏剧中壁的作者，也就去讲啊嘞，吼，就会讲，写下作眼影呐，其实，史崇辉哦，非常投入我们要写的角色里面哦。你三更半夜写到三更半夜的时候，你打了个盹哦，举个例子来说啊，然后你呢？突然间抬头起来的时候，你好像听到了那个刚刚你写的那个角色啊，他的声音，然后他的声音就问你说 ：“X， 你这样写我对吗？”然后你然后你得吓一跳说：“啊，你是谁？”然后你想说：“我就是你笔下的人物啊，我现在来找你。那我来找你呢，就是说你昨天把我形容成为一个好像。”因为太单纯就迈向了革命道路的人，可能是误入歧途哦。你这样子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哦。那你不要来搞哦。哎呀哎呀，有一点故事是这样，那你当初在
跟同一家对发，因为下个年，当初你讲吼创作的时间吼，其实是进入一家世界，莫是一家想象的世界。其实伫咧世界当中，不是按你一家心肝度，从真实已经有只答案了，是等于你一家去问，也是讲因讲所谓的灵感，真的它就是好像另外一股什么全员注入，按用因的感觉。就是讲，因做的写作的人全部伫咧吼，唔免讲，唔免做咧讲，去从自己内心对话了。哎呀，但是也戏哦，看特别的，就是讲，也内心的对话哦，是涵盖着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哦，所以说你也可以说是在和历史对话，对，因为你所理解的历史是什么，和那个剧中的人物他对于他处的历史，可能和你不一样。所以他就会跳出来找你，然后找你说：“哎，你呢？你的剧本里面写我是判断犯，对吧？”然后这个 X 会说：“是啊。”然后他说：“当时是判断犯，现在还是吗？”他说：“一直都是啊，不是吗？”那这个剧本里面人物就说：“你怎么会那么肯定一直都是呢？你们应该要还我清白，不是吗？”哦，所以刚好导演在帮，已经在帮我们导戏了哈。先生，你去改的下，这就是我们的剧本的时，超过一下剧本的时间，其实有的会懂得哎堆发时间那个脉络会懂清楚哈。那成功本来改这个戏中 B 到戏中 B X， 你俩剧本其实有一个大翻转哎，你重新来构起来，为什么要改写？因为改写才能对话嘛，脉络才能更清楚嘛。改写主要是说，我们主要包括戏中 B 在内，去年我们的方式就并不是把我们所知道的过去哦，然后就依照那个原来的那个状态写了，而是说我们应该，我们亚里士多德有讲一句话嘛，就是诗比历史更真实，诗比历史更真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诗里面呢，就是有人性在里面嘛。对，所以我们可以依着历史给我们的一些线索，我们可以去魔术这一个一为什么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宁可为了这一个理想而献出他的生命。像简国贤，他本来是可以得到这个情治单位叫他投降，他就可以饶一命的。那时候我相信他在牢房里面，他也一定，因为他写了总共14封信给他太太嘛。那他一定想说，有一天我可以写给我的太太的信，是说我可以回家了嘛，对不对？对。但是他拒绝，他拒绝，他为了他的理想拒绝，他拒绝到他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被送到刑场去枪决。那在那个同时，他写给他太太一封信，就讲了一些民间的俚语啊，就讲用闽南话讲哦。他去同家家太太讲吼，他去买哦两本书啊，一本书叫做《火烧孤寮》啊，《火烧孤寮》啊，哦，孤就是做网啊、渔网啊、渔网啊的寮啊，火烧孤寮啊，火烧孤寮呢，你用一个它是一个歇后语吧，所谓的歇后语就是在隐喻的意思。把这个，这个闽南话呢，歌聊个咧希望嘛，希望小小去啊，无希望啊，听咩咧？谐音。古时候对呀，一开始个表，228时代个表，都下好欣赏下个戏种表，都也下爱演出个戏种表 X。其实也是说要规则歌唱地图，还有某群个国土去看亚件事情。再个变到 X， 又再个用外围个国土，再个来看戏种表。其实对，它是一层一层层次的。
一层去讨论、去探讨的。嘿，当像像你动态吼，安尼十个回头去看，跳白历史个传音，佮感情个是传音，佮历史个普条巷道见机会变条么？啊，用你个感觉吼，特别你出戏吼，我想未强用用新鲜台个眼光吼，又落到地图做冇强用个演出，评论个客家新鲜台，韩国有了维克王维克来做合作吼，其实老维克合作其实有。几多加百了，特别从音乐韩国，起码系一位所谓的有理想的有为的强人，韩国非常愿意做安尼个沙飞运动的人。嗯，那个图片哦，按不着张听啊，百年真真啊，你为杰从伊个三秒韩国队啊哈，就是讲伊今天他几乎参加呢，即个采访啊，对啊。那你做的很厉害啊，创了首歌的哦，因为也是李伯呀，其实哈，那要改编哈，去下的，举例而言，名水啊，但是歌词已经改了，啊，我们有去改下的词，也歌词，啊，其实都改编啊嘞，改编做歌的啊嘞，这些去年发生的事情。啊，今年呢，就会讲因为啊，伊吼，同球员无球员咩，啊，就会讲啊，希望伊啊，除非咧讨论的是，就讲就同伊讲讲，基本上今年吼，看看同也伊吼，就会远远啊，只腿伤啊，特别是 X 出现的时候啊，用做那个现场音乐作为一个伴奏。哦、然后能够增加这一个戏的现场感、音乐也是现场感嘛、我们有现场乐队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一种现场感差故事说他的乐队能够在七甲的有动作收获啦、哇，非常期待哦！每日唱所有朋友，全世界九人世界特别发散，韩国俩台中各家各家人都有两冲改认出好歌词哇，各两日的哦，欢迎大家好好把握机会，落去看 X 多的儿童 X 哦，有冇个对话哈？今日非常感谢钟桥先生，感谢先生，感谢，戏中变 X， 我讲到戏中变 X 都要快乐了，每分钟向前哦，继续来收听哦。哎，你聊一下继续多转了，哎，你的节目当中。所有的好朋友转到复习来临，我是 Rita 玉天。Hello， 大家好，我是钟英权阿权妹。头前俺看到钟桥老师哈，佮个分享一首先生对个历史诶，韩国对人性个哦，俩都讨论刻画都动热，心动心事，俩系才是沟通个风格啦哈。个个他们都有啦，因为客家新生代个创作歌手来合作是系王伟杰，伟杰佮本身咪系非常优秀个音乐人，韩国就叫亨同西中社会运动，今日我好朋友啊，今日特别邀请佮到节目当中，爱同大家好好来分享佮到最新嘅作品《戏中表 X》，你来分享 Wiki 了。好，我想节目当中呢，邀请到 Wiki 来坦坦重重哈，来聊天，来坦重不同其他哦。你首先来分享 Wiki，Hello Wiki，Hello。喂，两位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VK 黄伟杰。哇，真见出严安人，对，弹吉他把的呢哈，等下来唱歌哈。VK 同钟桥先生记得嘅才是乐团，其实合作。有加拜了哈，像记得个，翻天坛的戏中开始，韩国戏中表 X， 韩国有钟桥先生几只个个作品，每日请伊来老记普曲安样人。
为前第个对啊，按用个历史个内容啊，七个，比如讲像亚伯希总兵 X， 其实同白色恐怖个样子个历史有相关。其实对俺来讲，俺就会说个样子个历史有得会恐怖，有得会得影响。啊，不过有上时去探讨，也是讲去偷个时间，又会知道哎，其实内容有同感同人啦。对，也出 TP 来每部剧吼，同蔡氏剧团吼，安尼合作下来吼。哎呦，物个咁通本，其实有通你用牙印我去拣要记得。我即个一开始同钟先生吼，钟晓老师向下合作，吼就系调到广东嘅范天涵吼，都戏中边吼，亚亮出戏吼，就主要啲讲白色恐怖哦，安尼过去嘅历史，不所以其实。希望参与到哦，也个戏的话吼，就高模按到机会做得去个参与呗了解。也个过去吼，伫台湾发生呢，也就哦历史也好吼，还呢也就个沉重的故事吼。啊，不过也虽然讲沉重，啊，不过底部有当道的人性，还有人情的部分啊，就。对我来讲，是一个该沉咩，哦，该有感同的经验安尼。所以像安尼戏吼去做，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啦。所以有机会的话，都会有兴趣吼，做得用这家有音乐上咧创作嘅能力，那就来听书，听下来做安尼。就像维克讲嘅，其实亚普卡懂沉、懂打通人，故说亚音乐嘅元素非常非常嘅重要。加下总条形上面有讲到吼，维克除脱啲啊，这个音乐嘅氛围当个，有这个复制动态嘅记忆冇，动态嘅来分享一下。你去加韩国乐团，系对啊，咋去去总表 X 亚普卡底度。有嘛个角色，迄复制顺风嘅衬乐呢，含迄讲有作曲，也系讲有唱歌嘅安样嘅演出，同大家来分享小结一下。好，一摆系用乐队乐团嘅方式吼嚟参与到也嘅戏吼，人咧做法就系位伫一个固定嘅地方，像可能一个剧情吼行下都可能我有一些像安尼妙口的一个音乐的时间，感觉就音乐就会可能就会丢丢动啊，也感觉就会冲，哦冲就逆冲，本安尼一个现场的感觉嗰种，哦诶，嗰种就是气磅吼，安尼安尼点喵声，哦安尼感觉一个氛围安尼啦，哦啊有时间就是演员喺啲做戏哦。一故事还在进行的时间，然后就会做一个可能哦，个悲伤的哦，还在是把位等人讲哦，一些不安的安尼心情，然后就做一些安尼一个感觉啊，像安尼有吹了大提琴啊，还有弹捏手风琴啊，还有吉他安尼，就去做一个一个故事，去做到用的心情哈，还在安尼情绪的时间，然后就加一些。用音乐的方式解释安尼气氛一批啦，哦，伊是解释咪头安尼啦。不先从各有安尼个临场感，然后 T P 一摆地图没有 V K 本身即个天光嘅亚速歌吼，诶地图嘅创作诶没有改变，应该讲吼改变程度吼来融入亚戏剧当中。错，那一摆有两条之前的作品，就一个很多天光嘅，一个很多妙水。全部有做过一个新的音乐的风格，吼，一个无相同的感觉，吼，就我之前做一个民谣的天空日，一摆就做一个个 blues 个蓝调的东西，哇，就安尼戏地度有安尼需要啦，哦，
正经完全冇穷用的呢，也还有糖度也严哦。系啊系啊。同个先前慢慢嘅民谣的感觉，还有就是议题的感觉，也它就变作用节奏比较快的方式来呈现，它那热血感觉哈。所以其实按讲咧，除了了蔡氏剧团冬日烟粉，对了贵州历史的议题动重视，还讲了中桥老师没冬日烟，中桥老师讲因为唐东一改天公一，所以是冬主云一。很多欣赏改作品，没有绕墙一，来老给普 Q 认同出来。就是那个北风啊，你尽情的吹吧。其实 VK 有老亚素斯改做国位，老给冲出来。今天是不是有机会做在唐东 VK 先来同大家来批评一下，做在来吃糖一下嘞？好，没问题，没问题。我先再加讲一下，就是一摆有作为第二条，就是中桥先生以下的诗，我做按曲，一条就很多骆驼诗，这里就是骆驼诗啊，一条就等一下我会演出的一个北风，你尽情的吹吧，同大家分享。在亚美，在基美，在河台，在三江，在哈卡坡风，在露水的落地下，在多长的山洞里，我们亡命，我们却摊开那面旗，在农民，在工人劳动的土地，北风啊，你尽情的吹吧。吹吧，吹吧，北风啊，你尽情的吹吧，吹吧，吹吧。好喜欢哦，都喜欢。我当时躺海那度，所以一天会买票落到桥人地度看俩出戏哈。所以维克这家的同样的三两个吹哈来作案的规则的戏剧时间，也哈真经因为我演出来没哈，如火如荼的进行哈。不说第二段时间哈，嗯，从演我的地度，我错，这是一个很重要，当成为事实的老人教一下。给你一下，今天按你的喜欢程度，你讲动刀的东西，喜欢的东西，可能无法去写谱，系咪现场会动刀系即兴嘅创作？确实系按你，就系按你工作嘅方式吼，其实，就佢从有按你一开始系做即兴嘅，按你感觉就按你乐队一百三名人吼，就恐吓啲，按你排练嘅现场。就一开始先看演员来看戏有两个行行啊都一个一团，就讲啊音乐我捏来差不多一两个感觉，然后就开始吃讨论啊，过后就来确定下来再做一摆是看安尼啊，都安尼用安尼方式进行差不多两三摆三四摆，过后一个团落就停下来，安尼就。对即兴开始就按先做同演员的互动，啊，到后来再确定怎样的做完的。哇，古时候以我来讲吼，其实许多演员基本唔系个东西，讲只系感受，各同日团圆，大家嘅互动，漳州的嘅听讲，系到爱作用的嘅呈现咧。韩国爱知道，其实剧场基本上就系一类。动神器又动神笔的素材，因为你搭摆演出，看到嘅同也演员演出嘅同音乐师弹奏出来嘅，可能就冇相用。佢系上通嘅，它是活的，它是在流动的，是在变动的。哎，嗰时候非常期待哦，哈咩？啊，董兄喺弹到比较冇相用嘅安尼创作嘅类型出现哈，我想请咪邀请 VK 同大家来分享，你非常想要落到剧场里头来看戏，怎样来看？在哪边买票呢？喺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吼，做得双面吼，请安尼戏中 BX 还是蔡氏剧团嘅粉丝专页吼，底部会有各项嘅资讯吼。啊，第一九年10号11号。在台北
今年18、19号的台中哦，欢迎大家向下来聚餐哦，相见。哇，今天非常感谢米克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安子生祝福你都顺利哦，安子生。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哇，今日看到了 X， 俺咪当上去看 X， 你上去讲乜个？欢迎所有的朋友，买票落到剧场地度，强下来支持，强下来思考，强下来探讨哦。该今日节目非常的欢喜哈，你期待当精彩了哈。咪希望所有的朋友来收看，邀请大家等下下天林先生来圆通了，长累了，拜拜。喜欢福气来来节目的朋友，记得我来你听站听客家电视台的频道，还可以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